出，欢迎大家上前来帮我扫描分享那个赞。那我跟大家一样，也是普通的人，我有一个家庭，有一份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镜头艺人。因为疫情将近半年没有收入了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这份兼职，还有大家的支持。那如果大家也认同我的工作的话呢，也给我一些打赏以及支持，让我未来这条路能够走得更长，走得更远。最后最后，祝福大家美梦成真，双十节快乐！来，加油！Thank you.